大家好，我是怡言，今天又来炸弹活动了。今天主要抽的就是衣服跟鞋子，那么也是一样的，这边我会做列表给你们看。那么在抽的过程中呢，为了不要让你们这么无聊，我也是做好列表给你们看了。这次炸弹活动我花了48000宝石，总共104敲，但是4敲是免费跟半价，那个我们就不算啦。所以这边的列表我只是记录我每次五抽抽到的内容而已。这次活动我总共拿到25张图纸，还没有包括额外奖励。包括额外奖励的话，总共有45张。那么这次我的概率跟官方那边做对比来看的话呢，很明显看到自选珍藏呢，我是比较少的。根据官方的概率来看的话，官方是少给我差不多3张左右。但是看下面自选珍藏5那边呢，我是已经有抽多出来了，所以可以盖过那个自选珍藏1的内容吧。所以拉长补短来说呢，官方概率还算是准确的。但是在我上次10月22号抽到的图纸总共有35张，这一次只有25张，明显还是少了10张。并且我上次没有满100抽，只是95抽而已，所以上一次的运气还是比较好一点。不过我这一次拿到的材料比较多一点，上次我拿到的材料只有28个紫色材料，这一次总共加起来有72个材料，相当于18个金色材料。所以你们觉得用图纸去换金色材料值不值得呢？那原本我想继续炸弹下去的，但是由于100抽的额外奖励已经抽完了，所以我就没有继续下去，不然的话我还想要去敲手套的。那我也相信不是每个王国都是炸弹活动，有些是小锤子。那么是炸弹活动的玩家，你们拿到多少的材料跟图纸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刚好这次炸弹活动我就要做2件专属装备，所以他给多一点材料呢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为什么我那么肯定是专属呢？因为我这2件装备都是已经精炼75啦，哈哈哈，没错，开头就是骗你们了。不过我印象中我这2件装备好像精炼过一次而已，就已经75了，好像是啦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所以坦白说，他们两个出专属的时候，我内心一点波澜都没有，只是前面演戏给你们看而已了。身为主播总是要做一点节目效果给你们看的嘛，对不对？不过这2件装备呢，其实我在上个月就想要做了，但是很遗憾呢，上次炸弹活动并没有衣服跟鞋子，所以我是拖到了今天才来出专属装备。所以恭喜医院的第2、第3件专属终于出来了，没错，就这么少而已。也有不少的观众好奇我的装备到底是怎样，其实我装备并没有很好而已，真的没有很好，只有2套金装，其他都是紫色混金色散装。我是有完整的套装啦，不过我已经把它们分开了，现在我阿提拉给他的装备就是2+4散装。至于饰品方面呢，真是做不起啊，饰品太贵了，与其是做饰品还不如先做装备先。所以我下一个会出专属的是手套，然后失落之地的装备呢，就要看我的金币够不够去换图纸了。接着是贝特朗的装备，金砖混紫色的装备。接着就是项羽的装备，你们会发现到我的裤子金色的是特别多的，因为我已经做了差不多6件吧。不过一般的玩家应该是会给项羽金色的骑兵装备，因为我的项羽真的是死太快，我不想把金装放在他身上，有点浪费啊。司机的装备也是紫色混金色，我的武器也是蛮多的。接着萨拉丁的装备还欠一个鞋子，就整套金色了。萨拉丁装备我是专门叠攻击力，他的攻击真的是太低了，搭配里程柜也是很低，所以我就把那些攻击的全部叠在他身上。有穿装备的统帅我全部都是拿来做主将的，有些观众会好奇我的天赋怎么点，你们可以作为参考，但是不是最完美的点法啦，你们可以自己参考一下，你们有更好的点法可以用回你们自己的天赋。除了他们之外，还有孔雀威廉女骑兵的天赋。我的孔雀点法是野仗的点法，因为我不是车头，所以没有点车头的天赋。至于威廉，有些人会用它来当主将，你们可以参考。还有女骑兵，我是专门拿来做驻防的，不过用女骑兵的普通玩家应该很少吧，所以这边你们就看看就好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如果你们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